这份新鲜出炉的炸鸡看起来脏，实则一点也不卫生，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它就是一堆垃圾。如果你有机会去菲律宾首都的贫民窟，千万不要吃这种路边摊，这里到处都是用垃圾做成的美食，既接地气又接地府。小贩们会到酒店和餐馆收集人们吃剩下的二手肉，然后经过简单处理就成了大受欢迎的街头美食。而且他们还会大方地把食物来源告诉客人，让他们吃得清清楚楚，走得明明白白。神奇的是，食客们即使知道了真相，依然吃得很香。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是该国最繁华的都市，不过贫富差距极为悬殊。一边是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，另一边却有38%的人口居住在被称为垃圾山的贫民窟中。这是马尼拉规模最庞大、历史最悠久的贫民窟。幸福的富人区总是相似，不幸的贫民窟各不相同。顾名思义，垃圾山贫民窟最为出名的就是堆积如山的垃圾，但与众不同的点是，这儿的垃圾竟然可以吃。俗话说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那靠着垃圾堆，当地居民发明了一种既有灵气又有灵异的特色美食。帕克帕克这个词特指二手美食，当地居民会从垃圾堆中挑选出客人吃剩的食物，经过加工后再次食用。这些画面不光看起来有味道，吃起来更有味道。有些伙伴可能担心随着食物吃完，人生也会一并走完。实际上在菲律宾的贫民窟，这些垃圾食品非常受欢迎，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送走万千食客的同时，也让附近的消化内科医生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晚上11点，餐馆打烊，后厨员工便开始清理厨余垃圾，剩饭剩菜掺杂着污水汗水，偶尔再来几口唾沫，一袋袋新鲜的泔水正式出炉。随后在凄迷的夜色中，这些垃圾车飞速赶往贫民窟，在那里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平民恭候多时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垃圾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垃圾车一抵达，他们就蜂拥而上。贫民窟没有路灯，他们人均头戴矿灯。这里的空气恶臭无比，苍蝇嗡嗡作响，不时还有蟑螂老鼠出没，但是他们没有防护服，不戴口罩，甚至连手套都没有。垃圾虽多，不过不是什么垃圾都有资格登上贫民窟的大雅之堂。经验丰富的平民会将他们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垃圾中的垃圾，连贫民窟的人都看不上眼，主要是没有一点荤腥的剩饭剩菜，以及被客人吃干抹净的鸡骨头。这类垃圾会被做成猪饲料，孝敬给二师兄。第二类则是垃圾中的上品，包括客人吃剩的鸡鸭鱼肉，肉越多价格也就越高，他们会将上面残留的口水、餐巾纸、烟头等清洗干净，骨肉分离后打包出售给路边摊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竟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，变质的食物会被专门挑出，如果单凭肉眼与嗅觉无法分辨，还得亲口去品尝。这严格的品控不禁让人对这些食物产生了一丝期待。第三类则是垃圾中的极品，泔水中的精华，如果能捡到客人一口没动的完整炸鸡，那简直就是中了彩票。有人会将其清洗干净高价出售，有的则会带回家中奖励小孩。垃圾分拣完成后就会被售卖给贫民窟的摊主们，一顿操作下来，一天大约能赚到30-40块人民币。摊主获得这些新鲜的二手食材后便开始加工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用水将其清洗一遍即可。如果不考虑卫生问题，这个画面看起来还是挺卫生的。接下来这些街头美食家会将油炸的垃圾食品再次油炸，并且加入大量重口味的调料，以此掩盖前食客留下的味道以及难以根除的腐臭味。最终出锅的成品外表看上去平平无奇，实则每一口下去都是新意。抛开健康问题不谈，那叫一个干净卫生，物美价廉。一份炸鸡的售价约为1.5块人民币，相比之下，菲律宾餐厅里的新鲜炸鸡价格是这个的10倍以上。这里大多数平民的年收入还不到400美元，房租与孩子的学费都快负担不起，根本没有钱品尝这些奢侈品。眼前这位摊主名叫马沙基，是个刚入行不久的菜鸟美食家。从事这份很有前途的行业之前，他嘴硬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吃这些二手垃圾食品，更别说去卖了。但是因为生计所迫，谁也逃不过真香定律，他最终还是选择出来卖。没想到这些食物的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，如今他就像一个美食猎人，俘获着无数年少无知的食客。这位紫衣小哥就是其中之一。
他叫奥多玛，每天风雨无阻，自带米饭前来进食。对他来说，喜欢的就是这种开盲盒般的刺激感。炸鸡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面粉，看似危险，实则一点儿也不安全。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的是鸭头还是鼠头。运气好的时候，骨头上全是肉；运气不好的时候，肉上全是骨头。尽管是用垃圾回收做的食物，但奥多玛吃饭从来不失优雅。他用勺子将原本就不多的肉切成小块，送进嘴里慢慢品尝，滋养着坚如磐石的胃部。有时候吃着吃着，他就会流下泪水，被美食打动的同时，也在感叹这个社会的不公。有的人在餐厅铺张浪费，为什么他却只能吃别人剩下的食物？不过一转眼，他又会安慰自己，我真幸运，如果他们不铺张浪费，我又怎么能享受到眼前的美味呢？有时候奥多玛也想狠一狠心，花十倍的价格去餐厅吃一次真正的炸鸡，但是对目前的他而言，这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由于菲律宾悬殊的贫富差距， PEG 从上世纪90年代被发明之日起，便成为席卷贫民窟的美食。但由于这一类食物会携带大量病菌，会引发腹泻、肺炎等一系列疾病，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着想，菲律宾政府曾经专门出台法规，禁止平民非法售卖这些二手食品，并且在餐厅鼓励光盘行动，让食客把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。这个方案唯一的优点就是试错成本很低，往往一公布就能宣告失败。因为这些富人眼中的垃圾却是平民的美食，如果政府真的推广开来，那他们恐怕连二手鸡肉都吃不起。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，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